交配，係啊，首先交配，咁啊可以生小朋友嘅機會大啲咯。咁啊，所以温度咧就喺嗰誒，我諗大約係第十七日啦。27日咧嗰陣時應該算係叫做最21係嘛？廿一日咧嘅時候咧就最好就去探訪生小朋友。咁你平時好難計噶嘛，你未必準確，體温就最準啦。咁用體温嗰日咧會突然間升高少少。咁跟住之後咧，好啦，又過咗咗，我再過廿一日啦，再過咗尺之後咧，咁就咦都冇受精喎，咁點啊？個細路已經啦，係啊，好啦，我哋有啲基本知識喎，係知啊，都記得你嘅，唔係好多人聽緊佢都唔知啊嘛。好啦，我翻翻嚟咯。咁成熟嘅時候咧，我諗咧佢就係講緊 around 21日前後嗰段時間，即係 ovulation 排卵嘅時候都未算叫成熟噶嘛。排卵期之後有2個禮拜，我俾準你。翻返嚟咯，即係話女人咧喺嗰啲成熟期嘅時候咧，即係喺受孕排卵期之後嗰2個星期裏邊咧，就係、是、外表同埋聲音都係最吸引嘅時候啦。你揾翻自己識，你揾翻自己。因為我大特登係我有乜聲嘅，每一個月我都。即係話，如果我哋做 DJ 嘅話咧，我哋做 DJ 嘅話你如果 check 啲都知，你邊2個禮拜係比較性感嘅話咧，嗰2個禮拜你做個節目係特別好睇。哇！係啊，我上個星期好滿意自己啫。唔係，你做得唔代表你做得好啫，係你嘅聲音比較吸引嘅。因為有陣時咧個狀態都好誒。有時把聲會有氣無力咁嘅，好似，但係有時把聲話，我好似自信仔咁樣咧，成個人翻埋嚟，係啊，成個人翻埋自己都感覺到自己。咁咧，因為咧，點解咧？係因為咧喺嗰個即係成熟期嘅期間咧，咁嗰個荷爾蒙咧就會影響到嗰個叫做聲帶喉嚨啊，影響喉嚨咁影響聲帶啦，咁令到聲線有改變嘅。而呢個聲線嗰邊係有實際嘅作用嘅喎，咁啊就係可以叫做吸引啊嘛，但係有啲地方咧，我哋同時間咧有啲仔咧對呢個聲線係有反應嘅，咁佢點樣知道難聽？因為反應唔同嘅，但係講聲帶就有啲難聽嘅，即係叫做第二個發聲器得發聲器啦。咁全部咧就打埋呢個聲線嘅呢個聲線嘅嗰個。
Thank you.
一集，下一集。Thank you.
围斜差咁长，有失可以撞上林二比零击败史笃城。史笃城之前赢过曼城四次，阿斯顿巨人杀手嚟噶，但系车仔嘅泰利话系又系咁。开波只系两分钟就接应角球，令任何车仔打开之后，有三分钟迎下高波，但有个黄金机会单刀起脚，但系全面出界，车仔攞住一球翻入更衣室。下半场史笃城攞翻唔少攻势，当中查理亚都嘅脚闪兵拉丝最有威胁，不过都系入唔到波。密下嘅史笃城喺78分钟再新当头，范比加斯接应下身嘅飞球传射入之后，双方再冇入波，车仔2-0延长全取三分，补翻全一个位置。车仔补翻全一个位置，但系意大利嘅补方就算冇追住过红方，都拎唔到意大利超级杯，因为佢有唔生性咯。今场系两大阿根廷前锋斗法。